喜欢看古装剧的海外华人真的有福了。东森每周电视将从9月20号起在超视无线台34.5频道全美独家首播，包括了周迅和霍建华联合出演的《如懿传》，观众朋友准时锁定。请。红丽哥哥。费3亿人民币资金，花费4年时间制作的《如懿传》不可小看，不仅开拍前就吸引到全中国2000多位资深演员前来争抢只有几十名的角色，《如懿传》还直进到浙江横店的明清宫院取景拍摄，连服装配饰都耗费人力物力进行高度还原，可说是精心打造，诚意满满。因此，观众欣赏《如懿传》不只能充分感受到丝丝入扣的剧情张力，由于服装用料部分细致讲究的体现，冬夏分明，以及耳饰头饰上无不凸显出角色个性鲜明和地位差异的严谨态度，即使豪华宴席也不用过多使用滤镜修饰，可说是所有镜头都经过严格考究，真实还原清代宫廷生活。而随着如今清宫剧大热，《如懿传》的真实考究加上大咖支持，9月20日起在超视无线台34.5频道，美国观众就可以独家抢先欣赏到这部由《后宫甄嬛传》续篇小说改编而成的新一出清代宫廷剧。观众查询播出详情，请上东森每周电视官网。东森新闻团队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。